马上。哇，鼓这么大，漂亮吧？都留给你啊。甜吗？尝一下哦，好甜哦，我还以为酸的呢。我爸爸可以。蓝色的闺女真的是没有白疼啊，爱你哦。今天这天气真不错，我们一家人呢都在这上面打扫模板呢。昨天呢，工人师傅已经过来把这个顶层的模板都已经拆掉了。这两天呢，我们就得抓紧把这模板的卫生哦全部给它清理干净了。今天就铲干净了，明天那个工人就要进厂开始干活了。要开始砸孔走排水。没想到啊，就盖个房子，结果自己要干的活回来这么多。自己要干的活可多了，这人才哪到哪呀、啊？以前啊，我都以为把这钱花出去包给人家，我们就啥都不用做了，人家会给我们收拾干干净净的。哎呦，哪有那么简单呀？要想轻松就得多花钱。咱们就想多省点钱嘛，是不是？对。想要房子建得好，还是得监工建得好。像这些灰尘、水泥块块都得清理干净。房子每一砖每一瓦都代表着我们自己付出的心血。咱们房子啊，要住好几代人的，以后不管咱常不常住啊，房子就咱们的根。老了都要落叶归根。先把这些垃圾哦，全部集中在二楼的露台，到时候叫一辆大货车统一把这些垃圾清走。那我下去做饭了。可以啊，下去做吧。排骨是剁了好了没？没剁了。排骨你会剁不？不会。那不会，等一下我下去帮你剁一下。我来吧。你会剁是吧？杀活的不会，杀死的还不会吗？中午想做什么呀？红烧排骨。红烧排骨。今天我打算用老灶来做。老灶？啊。煤气灶你都想不明白了，你还要搞老灶？瞧不起谁呢？那你流口水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先得夹，快夹夹去！哎，短的我这样夹了。哦，还短的夹，短的夹不快啊。宝贝啊，时间是不是到了？该干活了。姐姐。我不管，你自己关。我们十分钟到了，宝宝自己关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好了，我们去洗菜吧。每个早晨七点半钟。爱妃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去把锅洗了，然后把这个排骨焯了水。冷水下锅，葱姜，料酒，炒好了捞出来。我来炒吧。可以啊，我刚去揉面团，这个已经焯好水了。妈妈揉面团啊。不要揉。那你赶紧多吃点饭，才有力气揉呀。好，他们揉不动。可以呀、啊，看我这面团，醒的好吧？蜂窝状都出来了。放呗，妈妈。好嘞。妈妈揉好给你，好吗？
累了，我也饿了，说实话。香到了。你妈妈给你夹个卷卷哈。不要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排骨应该蘸的吧？有。这边两个，五个。那排骨就有两个。烫烫哦，小心哦。来，肉肉尝一块。可是你米饭没有盛太多了。米饭其实我今天都不想做了，我怕你们吃的不够饱。因为这么多了。因为基本上都是花卷再夹着肉吃。我要吃菜呀、啊。其实我感觉我还是只吃两块，吃饭感觉顶饱。是啊。怎么了？吃的累了？你是太好吃了，是不是挂了脸上来？咋了？有吗？那边。主要是饿了，吃的快了，太饱了，很讨厌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吧。我们下期见。